我们看 SBM 2017的这一个 Paper Two 的第13题，A。然后他在这一边呢，他说 T 是 translation 减34，然后 P 是 refraction in the line y 等于2反射。OK，然后在这一边呢，他说K 是什么呢？T2 是什么呢？T2 就是 TT 了再 T。OK，所以 T 是减34嘛，减3再上4，一二三四，然后再来减3。再来向上四，OK，减三四啊，减三向上一二三四，OK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K prime，这个是我的 K double prime，所以我的那个答案呢会是减一九，所以我的 A 的答案是减一九，减一逗号九，OK，首先我有 K 是五亿，然后我的 T 了之后是我的 K prime 是这一个是25，OK，然后我在 T 的时候，这个是我的 K double prime，OK，五减三二三二减三减一，一加四五五加四九，对，好，然后接着呢，它在这一边它有 TP 是什么东西呢？TP 呢是我先做 P 先，记得后面写后面的那个先做，OK。所以我先做 P 先，P 是什么？Refraction at the line y 等于二，y 等于二的时候呢，我不懂到底是横线还是直线。OK，我很有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我两个都写出来。这个 x 二，所以这条是 x 等于二，y 二，这条是 y 等于二。OK，所以 y 等于二是那一个横线 y 等于二，所以在这一边是 y 等于二这一条。OK，我的 y 等于二是这一条。So 我有 y 等于二之后呢，它反射，所以它的 P 是先做 refraction y 等于二，所以是这一边，这个是我的 K prime。OK，好，我换一下颜色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K prime。OK，好。然后，所以我的那个K 是一开始的 K 是五亿，然后它通过 P 的时候，K prime 呢是五三，然后我再来 T，然后现在 TP 嘛，T 的情况之下是减三四，减一减二减三，一二三四，OK，这个是我 K double prime，所以我的 K double prime 呢会是等于那个二，然后七，OK，五减三二，三加四七，对，OK，好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，嗯。